活动比较特别，是我们的讲者刚好是从纽约回来，他在纽约有职业，而且有建筑事务所在那边，然后他当然是纽约州的职工，然后所以因为他上次在下面听我看到他，就赶快把他叫来，哦，赶快来讲，因为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跟概念。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次谈的东西是相当抽象，然后这个当然会跟概念有关系。等一下你可以看到，他会用一些图示的方式来去解释他怎么看建筑空间的概念。然后今天我们在谈我的关于断裂跟延续，我们刚刚之前聊一下，来跟他受到那个屈德勒子的影响，就法国的哲学家啊德勒兹的影响。所以也是他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所以今天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会相当有蛮深的一些哲学概念跟一般我们在跟建筑空间的思考上面有关联。请问可以演出分享啊？可以演出分享？拍照？不是，直播要问方式。对对，真的吗？没问题啊，没有收费行，不会有很奇怪。这个活动比较特别，是我们的讲者刚好是从纽约回来，他在纽约有职业，而且有建筑事务所在那边，然后他当然是纽约州的职工，然后所以因为他上次在下面听我看到他，就赶快把他叫来，哦，赶快来讲，因为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跟概念。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次谈的东西是相当抽象。这个当然会跟概念有关系，等一下你可以看到，他会用一些图示的方式来去解释他怎么看建筑空间的概念。然后今天我们在谈我的关于断裂跟延续，我们刚刚之前聊一下，来跟他受到那个屈德勒子的影响，就法国的哲学家德勒兹的影响，所以也是他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所以今天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会相当有蛮深的一些哲学概念跟一般我们在跟建筑空间的思考上面有关联。那哲武都有一个固定的方式，就是要大家自我介绍，知道怎么
从哪里来，做什么事，然后也方便我们在会后分享。那结束完，那九点半结束，结束完以后，因为咖啡馆给我们钥匙，所以我们可以聊到三点啊，所以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来，可以大家彼此讨论。那我们就先从最后面啊。大家好，那我是陈先生，然后未来主要是以前上社会学的时候，老师有常讲到景观啊，或一些空间的概念，但就其实一直听不懂啊，然后今天想说再聊再看看。那你的问题大吗？大家好，我叫世勋，那因为我最近就是刚好接触到很多就是破迁、土地破迁跟城市规划的一些问题，那刚好本身自己家里是。正经一些可能土地征收的问题，所以想看到这题目，然后心里想知道说，就是除了都市规划，所以说都是有没有其他另外的想象空间的？你刚刚讲了一个字叫想象空间，对不对？哦，然后我们再来想，你想象为什么是有空间的？不是想象时间或想象其他的？大家好，我叫张振明，然后我是受到这位同学的邀请来的。哪一位？黄色衣服。哦，他做什么？那你做什么的？啊？你是做什么？是学生。念什么？政治系。啊？政治系。政治系在哪里？东吴。东吴。东吴政治系几年级？大四。大四啊。嗯。好，谢谢。大家好，我叫齐勋，我也是同学介绍的。哦。谢谢。你。等一下你就知道我们交错坏朋友，对不对？介绍来你就来了哈。大家好，我是玉文，我也是这位同学的。你是做什么的？学生吗？对，我还是学生，我现在念语文创作。语文创作。对。在哪里？台北教育大学。台北教育大学。啊，左边你左边那位朋友，右边那位朋友呢？他是文化企管。文化企管。所以你们三个怎么混在一起？我们高中同学，高中同学啊啊，这开同学会就是。那我是全哲，然后就我今天早上来，你为什么早上来？就因为他有兴趣，他说他对这个有兴趣，哦，直接就过来。好，谢谢。大家好，我是八零一八大学，就是文学艺术的博士生这样子啊。你什么时候来这里讲一场？什么时候离开？等一下我们讨论。好，等一下讨论一下你不能再跑掉了。每次来的时候呢，忽然人不见了，这隔了一年。好，那我认为说空间经营，这空间问题在今天就是在抗争的这个议题上是很重要的。对，那而且我最近接触到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该大的规划的事情，就他们都在谈到场域的控制。然后就是在讲物流去洗的这个概念是我觉得很死那到时候是讲流去然后就到晚上对这个就是这个题目还是有吸引到内行人对不对大家好大主管台湾物流会成为第一个习惯今天就来听我台湾那你个目标吼，我唔知爱安怎整理，会当卖较侪钱。这是他的八年来常用的语言哦，没关系，他红车我快满八年，就今年八月第二个礼拜就要满八年。那文理是我们的常客，哦，他也非常坚持戴着帽子，哦，那在这边，然后所以有兴趣可以跟他聊天哦。那他没有攻击性，不要担心哦。大家好，我是玉仁，然后我在事务所工作。什么事务所？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哪一个建筑师事务所？镜像。镜像，所以你认识他？我认识。然后人家介绍我的那个人我都熟悉。哦，所以你会放歌词？也不会啊，我就是有兴趣才。好。大家好，我是立芬，那我是那个我这位朋友介绍过来的。对，那我目前在那个工程顾问事务所上班，做什么？我跟泰叔在那个林口火力发电厂更新工程。哦。对，就专门做他们火力专业工程师这个部分。然后本身对，就是
种建筑史啊，还有社会科学的部分有点兴趣，所以就想来听听看。通常哦，做建筑的，就我接触在欧洲接触，都是那种兴趣非常广泛，理工科啦、啊，文科啦、啊，所以他们触及的内在外在的触及都非常广的，啊，所以也是很特别的，就是建筑这个行业，其他培养出很多很有想象力的一群人，会要追求比较深刻思考的，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事情。啊，对，就是在最近接触到那个。编布局的那个社会学家，他的一些概念、场域啊，还有他的一些他的思想的那些东西，所以就想来听听看，就是真正的专家是怎么来诠释。好，那等一下楼上还有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空间的问题，哦、对对对，就最近比较也是不少的，这个有空也可以在上面看。大家好，我是 John 周伟全。那其实我关注折物的活动蛮久，那今天是第一次来，就找朋友一起。对，那壮胆就是。对，那主要是我对这个建筑的议题蛮有兴趣的。我本身是生医领域的，然后这一年是在那个实验室，就是做一些像基因啊，一些生医方面的实验。但是对像社会科学还有建筑。算是平常会看一些比较概论性的书籍，但是可能都没有很深入的研究。那希望这次可以来了解一下，就是这对我来讲是蛮吸引人的题材。好，谢谢，那也欢迎早一天来自我分享哦。我叫东东，台北市民，没有事先前就常来这边旁听学习上课这样子，欢迎。好，各位好，我是 David。那我在建筑师事务所工作。那之前我毕业设计的题目是写那个修补。对，但是很久就是进入业界就很少听到这些比较，所以概念性跟你有一点乡愁的感觉，对不对？哎，对。然后又看到康德这样，所以我今天就有兴趣来听听看哲学跟建筑怎么样做连接，对不对？好，谢谢。好，大家好。我是中大法文系的老师，我对空间跟文学有兴趣。对呀、啊，那个教授徐教授。大家好，我是车车，就是我是哲武术的，然后现在在台东，是从事教职，是多少？哪里的教职？军医高中。高中。对。哎，你之前在美国哪里？在德国。在德国哦，你他是慕尼黑哲武的。对，那其实就是有空就会来，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也不是，就是视线也不知道题目是什么。对，我们欢迎没事也可以来这里晃晃。我是苏伟，我现在是联合大学建筑系的学生，然后就是想要对这个题目有兴趣，就想要知道空间和哲学之间就是可以怎样去连接这样。那你不会觉得这个题目很干吗？连续跟断裂。就想要看。我想说，今天我们本来想说，预计大概只有八到九个，我们可以用那个 round table 的方式好好讨论的。来，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君丽，然后我是中原大学建筑系的同学，然后我是几年级？我现在是要升大五。升大五。然后。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活动，然后想说来听听看。也是第一次来。对。大家好，我叫世勋，在那个台大图书馆攻读，然后之前是资讯系，然后也有做过那个工程师，对，然后就看到有朋友推荐，然后就来，推荐的朋友没有来。然后对，都是这样，常常是这样。大家好，是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软体工程师，对，那就是对于没有看过的东西都有点好奇，我来听听看。所以我们写一些怪题目，你就会来了。大家好，我叫玉威，好，现在是在一间机器厂做业务，那我也是对一些新的事物比较有好奇。也是冲着主角们来的，真的。
主讲人，你跟他认识吗？对，以前认识，同学。以前同学啊，你今天你有几个同学来？三四个吧，是他同学举手一下吧，我们才知道亲友团有哪些嘛。哦，来，好，谢谢。大家好，我是崇盛，然后现在在农业政策的顾问公司工作。之前有听过机场车务，但是还没有接触过那个设计相关的东西，所以来听一下。好，谢谢。大家好，我是平遥，我现在从事海，我现在在海运业从事欧洲区的那个国际业务。那会想要来，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对都市规划跟空间一点没有兴趣，然后未来想要朝这方面就是在进修，所以想来听一看。你之前都念什么？我之前是念外文系的。外文系，对。大家好，我叫米伦，我是从事视觉设计。对，那这个东西对视觉概念有相关的领域都很有兴趣，所以来听一看。好，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 Erica， 我在那个出版社担任行销企划，然后我一直来对空间设计就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来参加这场讲座。你这样今天压力应该蛮大的，都来专家了哈。所以你等一下不能随便乱讲，后面好像还有几位，对不对？我们再来听一下，你们都没有想要问他问题吗？来，我们这里每个人都要自我介绍，因为我们怕会有失败，因为现在很多共鸣，开玩笑。大家好，我是阿成，然后我也是写软体，然后怀疑那个对新的东西有点好奇，跟你一样，跟那个白色的，跟你一样，所以你是他同学嘛？对，我不是，哦，不是哦。我想说你们也是同学，就是这个题目听都没听过，然后再来听看吧。好，很好，很好。来，还有隔壁的同学啊，他隔壁的同学，你跳过了他隔壁的。哎，好，然后后面。这么介绍吗？对啊，对啊，对啊。大家好，我是赖涛，我跟那位是室友。对。然后我是这位，来，前面是这位。哦。然后我们来听这个课，假如在自己的工作上会用到。好，谢谢，谢谢。哦，大家好，我叫吴建强，那我来听是我跟他同事。然后就来听，就是利用下段时间，然后希望可以多学习多一些。好，谢谢。大家好，我姓李，我也是做空间设计的，所以就是对这议题有兴趣这样子。喂，大家好，我叫 Kisson， 然后我是来自中央大学法政所硕二的学生。然后我为什么会来这边的这个讲座？因为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就想来哲学星期五，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来，所以这次就趁着我到这附近，所以就来这边听听哲学星期五。所以你是路过就是了啊。而我也因为我。以问卷说，没错，那我们的，好，那好像还有一位朋友，对不对？我是交通大学人车系大二的学生，然后也是对主题有兴趣，然后就过来。好，谢谢。毕信，那我是今天主讲人的高松同学，那今天他的题目很有趣，所以我就来。你是念什么？我念金融，金融的。粉丝团不多，亲友团不少。那我们今天还有在谈这个空间的问题，我先跟大家讲说，我们在哲学里面去讨论空间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粗分为外在空间跟内在空间，以及我们在因为上里面有写一个关于空间感，因为写到康德，我们跟大家讲，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呢，其实有区分所谓的感性跟理性两部分。那在感性里面，人有一种内在的那个直观的能力，就是空间感跟时间感。那我把它为什么称为空间感、时间感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以为时间是外在，或时间跟空间是外在，都是以外在于主体的。可是实际上，对康德来说，它就是内在于主体的先天的条件。好，所以我们在谈空间跟时间的时候，对于康德来说，就是处在。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不同于传统我们对牛顿物理学是从外在的时间跟空间来理解。
那今天来这里来谈这个问题，当然会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当我们进入到所谓谈社会空间，谈到所谓的资本空间，它都跟人文的空间有关系，它就扩大了传统这种牛顿的物理空间、外在物理空间的概念，所以它开始会跟主体产生一些联系和关联，然后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慢慢的去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包括建筑是其中一个，然后比如说设计的规划是一个，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比如说我们光是我们这个坐的位置的方式，我们这样坐，跟我们如果这样排成一排一排的，那个不同的秩序感跟对于空间的对于人的那种感受是会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无形中会受到一个空间的影响。那再讲一个比较最严厉的，就是严格的，就是大家可以看1975年。米歇尔·福库在他的《规训与惩罚》就是讲监狱的诞生，里面也可以看到怎么去进行时间跟空间的安排，然后以至于可以去管理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生存的人，然后看到这个时间空间里面的权力关系。这个大概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哲学角度来去谈这些关于空间的问题。那今天这个问题是特别最有趣的地方，是因为我刚刚跟主讲者讲说，他受到居德勒子的影响，所以他最喜欢他，然后觉得他所以在谈这个连续跟断裂的时候，也会涉及到一些几何学的概念。所以在这里，大家可能有理工科的同学可以一起来，朋友哦，会可以一起来讨论说，到底那个连续跟断裂，可以很简单讲，它到底是属于外在的。的那种具体的事实，还是属于内在的，在主体里面的一些感受性的问题啊。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回来讨论。然后，所以非常，那我们就热烈掌声欢迎我们今天主要是 Tammy 啊。谢谢大家。我坐着好吗？今天其实还谢谢青凯，我觉得上次来这里就，他也是我第一次来这，因为我其实在纽约，大概纽约州是2014年才开始玩，所以我大概在2015年左右开始接触他们的一些活动之后，慢慢才就对这个组织比较了解，但是我常年待在国外，所以今天只会回到本部来。不是组织啊，是精神，一个精神的集合体。那这次连续断裂这个主题也是，其实是我第一次把我从就学后到现在的企业，我包括是有大概5年的工作经验，然后自己有一个工作室2年左右。那我把一些相关的一些材料把它整理起来。那这一部分的话，有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毕竟这是我自己在做设计，尤其自己的作品，大概2年多的时间，所以很大部分的想法到后期，我并没有足够作品去做那样的一个呈现。但是我可以用其他的例子来解释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看待。空间跟里面的活动，里面的一些状况的一些发生，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些尝试。我刚开始想要解释一下，就是说，要了解连续断裂，你是要先回到说人，就是人。的建筑历史或者空间历史，我们是从在历史上，我们怎么样慢慢了解几何，然后了解空间这个东西，我们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然后过了什么样的然后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转变。所以最左边这张图是那个帕克农神殿，对，所以它其实在就
我给他诠释是说当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留下来的建筑量体，他其实对几何的认知是在于这欧几何的几何，它是一个属于比例上、数字上比例上去做操作、去做调配而形成出来的一个呈现，不管在平面上还是在立面上。所以当时的人，这个东西其实他也跟当时的哲学跟思考，他们认为什么是完美的世界，世界的样貌是怎么样，其实呈现在他们的学术里面，呈现在他们的理论，也呈现在他们的空间里面。那中间呢，你说从那时候，那文艺复兴基本上就是接下来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基本上就是只是把这个古希腊时期的这个比例再把它重新建立起来。那其实比较大的一个转变是一直是到我认为是一个当就是我们直接就从1924年那个 Expander 这边它跳到一个当代的一个几何。那当时呢我觉得它的一个它基本上它就已经它把传统的元素给重新的剥离。那这个作品，这其实是手绘稿，它没有被建造出来。但它其实第二章，对。那它其实它代表了一种，就是说它把传统的它把以前的这些比例，还有数字，它把它变成了一套线性的系统，在平面上，他密斯早期的作品，就是其实在二战当代，最早期的时候，人们开始脱离了传统的建筑之后，他开始往垂直的发展，建高楼。那个，然后呢，是水平的发展是大道，像巴黎那种的当代城市的垂直那个无限延伸的这些高速公路，它其实它的对几何的想象力很多是这种延展。然后它是你可以说它是欧几里得一份就笛卡尔坐标的一个延伸，它就是往无尽的往水平的方向、垂直的方向去发展。那这个系统呢，到后期在1970就是所谓中间其实很多东西啊，就是我们从当代，然后到大家对当代感到厌恶之后。有出现过后现代，那Daniel Lipskin 他是那个柏林犹太屠杀纪念馆的设计师，那他早期的作品，他就你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在建筑设计上对于线条还有空间的使用，他是去寻找这种传统的就是我们在之前所有古典主义所有当代主义。不会接触到，它是乱的，它是就很多方面，它表达是一种像犹太美术馆，它是犹太纪念馆，它是一个商谈的空间，它是一个充满不合理的东西。那下一个阶段其实是一个更接近当代的萨哈哈里，他是前几年才去世。那你可以从他的就是他早期的一个作品是一个。一个就是什么消防队，但是他在作品里面，他开始往下一个阶段的移动的方式呢，是他把这些错乱的线又连起来，就是他不再只看到这些错乱的关系中间的这些断裂，但是他们慢慢的再把这些东西。再把它接起来，再把它连起来，最后这套会的慢慢发展，就是当代蛮多建筑师他们在做的一套，就属于是连续的一个研究呈现。那这段话其实是我自己从当初进到学校之后，其实
当代的很多建筑基本的空间的，不管是软体上的一个训练也好，还是说空间质量上训练也好，其实很多部分，从我在受训练开始，它带进很多连结性很强的东西。那在做完这个，就是如何思考把东西连起来，连了很多年之后，突然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好像少了，有些东西好像不是这么的简单。我们是不是只看到连结，但是你把东西连结起来之后，它同时连结的同时，它造成了另外一个东西的阶段。那我们可以用图表来把它简单的呈现出来。就当我们把在一个场域里面，我们把两个点连起来之后，那其实传统建筑师就是当代建筑师在做连结的这个处理的时候，也不要讲当代，就是在连结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显然你是有东西被断裂。那这个断裂的东西是什么？平面上，然后呢，接下来是一个立体空间里面。然后呢，我们所熟知，其实很多人会形容说，建筑的设计的过程就是一个你把空间先断裂再连接起来。因为第一个你要创造一个空间，你必须要先把它的外界切断，切断完之后发现出不去，内在跟外在必须要再重新连接起来。这个是一个，其实这个图示就把我们现在的一个。就是空间设计的一个基本的处理手法，把它表达出来。那我在这里其实，在我现在的许多设计的设计案里面，然后其实对我来讲蛮重要的东西是说，我要怎么样去重新的去审视。这样的一个连续性，它是会是空间的连续性，会是形体的连续性，它也可能是机能的连续性。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说坏到，只能说我们人在移动，它本身有一条看不见的移动方式，这是一个连续性。那还有生产，就是说这个一个工厂，它也是连续的，它是一套系统，一种物质系统被连续的、有效率的慢慢，它可能空间不一定是连续的，但是它有一种连续性。那这个连续性可能是很抽象，那或者是身体的连续性。其实我们的，比如说楼梯、椅子，这些其实都在处理人的身体的本身的限制，它也是人的连续性。我们就只能够这样移动。我们就只能够这样做，我们需要以最少的功率来做最大的来达到最大的机动性。举些例子啊，那我这边其实是用椅子来做一个例子，就是说，当然，椅子本身它提供我们一个休息。我们累了，我们需要坐在一个东西上。那其实，这个连续性呢，我最想之前看的是说，我们从一个凳子跟有椅背的椅子来做一个分别好了。就是比如说凳子，在没有椅背的情况下，你是可以转来转去的。所以你在某一方面里面有，你后方面有一个阻断，所以呢，你在沟通或者，比如说我们在吃大桌饭，就有时候，或者说在夜市里面，只有没有一个凳子，它显得是个，没有弹性的。但当你椅背这个东西一阻断，它一隔上去之后，它把你往一个方向推，那它其实会。它在某一些方面，它就把你的把人参与者的一个一个
一个专注力，他的一个互动的方向指向锁定。那我在这方面就是我把椅背作为一个阻断，作为一个断裂。它椅背本身在形体上它连续的，可是它在功能上它造成一种断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操作？说设计上，我们比如说椅子本身跟板凳有椅背跟没有椅背，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设计手法上去操作，去做一些实验，就是到底当一个人他其实实际上想想，他坐在这个椅子上是感觉是很奇怪的，因为他并没有办法很自然的把人放在他可能他特别想要做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在连续性操作上面，就是说这个椅子跟椅背之间关系的，其实可以往下延伸，那我举这个图例为解释，就是说我们左边看到是一个长桌，那长桌右边是圆桌，那长桌跟圆桌它其实在有椅背的形式上是我们比较常见，餐厅里面常会出现这个，因为它想要让大家坐在一起，但是你又有自由的进出的可能性，你可以上厕所，你可以锻炼喝酒抽烟，但是左下角这个地方其实你们比较容易常见到，它是说像传统的四合院那种以前大家庭的，就是长板凳，或者是说啤酒，beer garden 这个类型，它其实有时候会抢这种空间的设计，这种型造这种连续性的这个功能，它会把人，它会造成一种大家。被强迫性的挤在一起，然后呢，他把这个社会氛围呢又连接得更紧，你更难离开这个板凳，那就代表你这边的气氛会更活络。那其实像右下角的一个小巷，我没有看过有人这样做，比较少了。那就是当你是圆桌，因为圆桌其实是比较在我在。设计方面做的主要是餐饮方面的设计，所以餐饮空间，所以呢，像圆桌，然后又是一个长凳的情形，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少出现的。但是这个情形，你可以说它左边这方面的圆桌，它是很东方的，就是我们尤其是中国人喜欢吃东西，就是围着一个大圆桌，大家很多人。那朝向有一个共同的，有一个共同的目光的一个集合点。那长桌的部分呢，就会变得比较像说，你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被切成比较小块的。比如说我桌子的一边，它就是一个对话群；桌子另外一边，它是另外一个对话群。那这个样子的操作，接下来呢？对，我作为设计师，我在做餐饮空间规划里面，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样去把很奇怪新的东西把它想象出来？那我有没有办法说，这个上左上角的长桌跟就是有靠背的椅子跟凳子这个形式，其实现在还蛮常见的，它是一种混合的东西，它让你这个桌子有一种。好像有一群人可以在一起，但是又有一群人可以离开。那但是下面的那个桌子呢，就是当你圆桌跟长桌混在一起，那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比如说，这四个有一个圆桌，它的目光是朝向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圆桌，它也朝向另外一个方向。那这个中间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互动？它可能是实际上来讲，它可能是很无用的东西，但是。作为
我觉得在空间的想象上面，这样的排列组合，不停的在做这种连续性跟形体上就是断裂，然后产生的互动关系的组合，会碰撞出蛮好玩的东西。那右边那个就是，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当你一个圆桌，那椅子的靠背后面还有一个椅子，那这个椅子又跟着另外一个桌子，中间这群人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旁边这个人是那这个周遭的这个群组，他的对话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模式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个，我还没有人买单。哦，对，所以这几个你都已经做过了，有哪几个做过？左下角，我可能左边左下角有，其实有做过，有做过，但其他人没做过。但是右边这种太极端的是，通常你只能说，它不太可能被实现，但它是你思考这个模式的一个过程。这些是一些例子，那这些还不是，这不是我做的。那你可以说左边的这个是一个椅子的一个设计，它就把两张椅子连接在一起。那有一张椅子朝向一边，另外一张朝向一边。那它当然你可以说它不是很实用，实际上坐在这里当会感觉很奇怪，但是它对设计师来讲，空间的一个创新来讲，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必要性的一个实验。那我讲中间这个图，其实现在应该还蛮常看到，但这也是这几年以来一个潮流，就是我们用连续的东西来解释一个咖啡厅。通常这边有咖啡厅吗？通常传统上我们在做。消费空间跟消费空间后面的一个服务空间的时候，中间是有一条线，中间是有一个柜台把它切断。那这个柜台本身它其实就定义了这个空间的关系。外面这边是属于消费空间，里面那边完全是属于一个生产空间。生产空间本身有它的连续性，里面要快，然后中间不能有阻碍。那外面的空间的消费的空间，它有它自己的连续性。但是，越来越多案例就是说，现在当很多人把饮料空间当成一个社交的场合之后，他们发现就是有另外一种操作，是你把这个界限消弭，慢慢的把它降低、消弭。所以呢，生产空间跟消费空间中间关系变得没有这么的明确，它中间的互动可以更多。那当然。视觉上看起来更多，实际上你需要有一个好的barista， 说他可以跟你聊任何事情，这个才有意义。那这个空间呢，需要这样的一个人事物，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他才可以把这两个空间中间的这个断裂，把它给带回，就是把它做的没有那么的明确。那另外在最右边这个东西，就是刚刚的长桌的一个延伸。当然，如果桌子长到某个程度之后，它其实本身会出现一种就很有趣的现象。中国那边常会有这种长桌宴，一整条街它就是一个长的桌子，它可以把这个街上所有的社交行为、所有的社会关系全部连接起来。这一部分可能会比较偏向，就是说都市的部分。所以我本来连续跟断裂这个地方，我自己本身，现在做最多的是那个。但是我在以前在求学的阶段，以及我自己之后真正想要去发展的目标，其实是偏向都市。那这边就是基本上就是两几个例子。可能有些观众
会了解这个，就是波士顿的这个他们叫 Big Dip， 它其实是一条公路。当初在规划的时候，美国曾经有段时间，它为了交通的连续性，快速交通的连续性，它就把都市切断，用高架道路。那它其实把都市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社区呢，就以这种就是钢筋水泥的这个路桥，它基本上就是它造成的一些便捷性，但它同时也造成了这个都市的机能变得非常的不完整。那这个后来波士顿花了很多，是很长一段时间的经费了，他就把这段公路埋到地下。那之后创造的结果，他整个波士顿的市中心的街景就是被从之前被就基本上就被移回这一块，因为这块其实是靠河的，它一直是波士顿早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区域，那之前就被公路这样截断。那这你可以说，我们当初台湾的城市发展史里面蛮重要的一个切断是，铁路线的规划，纵贯铁路的规划，它基本上就是把这样一下去，这个台湾从南到北的连续，把每个城市东边跟西边或者北边跟南边切断。那是为什么说今天很多城市希望把铁路地下化？我相信这一题大家也不陌生。那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它要怎么样才可以让都市的规划、都市区域的规划再呈现，再还有这样的一体性，而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南边跟北边。那右边这边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多伦多的案例，那基本上它就是你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他们就想办法再利用这些交通设施的一个空间，地下的一个空间。那其实台湾这边蛮多这种模式，因为台湾的地小，所以可以找到的地方，基本上台湾在这部分是不担心它很多路桥底下的空间活化都还不错。刚才讲的部分其实比较偏向是平面，我就直接用平面来解释好了。那平面之后呢，我们需要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通常不会有人说吧。楼板做斜斜的，就是人其实这种生物，它是需要，它为了它自己的最大的机动性，它需要东西是平的，所以它可以用最小的功率、最小的功来进行移动，所以平面是这个连续性的一个结果。然后楼层呢，就是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平面的一个集合，但楼层跟楼层之间呢，它是断裂，它一定要是断裂。我们不可能走在墙壁上，所以这个断裂呢，要怎么样被接起来？在这之前，我稍微回到历史看一下那个这几个平面，帕特农神殿最左边，然后Villa Rotonda， 这是一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设计的别墅。其实古典几个，你从左边这两个看起来都还蛮明了，它就是一个很讲究对称，很讲究比例数字的一个几何体。但是一直到Villa Savoye科比和 Le Corbusier 的时候，它其实当时带入了一个新的连续性，这个连续性是应该说是汽车，就是这种高速移动的
的一个工具，它这个时候这个连续性平面上的连续性开始进到了设计里面，这个汽车转弯的弧度呢，它变成了设计这个别墅的一部分。那最右边呢是Miss Angelo 的Barcelona Pavilion， 那这个平面它跟 Corbusier 的那这样说 Barcelona Pavilion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说它把在那个时候玻璃使用玻璃做建筑材料的一个常态，所以呢传统的前面的这些坚固的围墙都已经不存在，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呢传统的这个要怎么讲，不透明的墙就是你的切断本身它在视觉上还是连续的，这也是一个转变，不然在那之前其实就是切断总是要有一个窗口，因为是石材的或者说是水泥的一个建筑工法。我按错了。好，但是呢，这接下来1959年，可以说，当人们刚迈进现代主义的时候，最初的思考其实是不是完全垂直，就是完全水平。在笛卡尔式的一个坐标里面，那接下来慢慢的出现，就是这也是一个自然的演变，就是大家开始看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理解起来，那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像古根汉美术馆，纽约的古根汉美术馆 ，Frank Lloyd Wright， 他当初在这个案子之前，他的灵感其实也是汽车，因为这个汽车的连续性，他之前有个案子是说，在一个 Arizona 的，应该是 Arizona 的山上，他的车要怎么样上山，他必须要绕着这个山头一直转，一直转上去。那他把这个车的连续性呢，这个连续性，他基本上就是突破了传统这个平面上的。现代主义平面上的发展，它变成一个垂直又连续的一个经验。那另外一边呢，这个是 Paul 叫做 Berlioz 冰锁，他其实是一个法国建筑师。那他其实在早期，他应该是科比一之后，但是他当时看的，他有一部分在1960年左右，他跟他的 partner 那个 Parent， 我不知道怎么念这个法文，他们提出来的是东西要斜斜的，就是一个斜角的机能，因为。那斜角机能其实很有趣的原因是他们的灵感来源是二战的那个 bunker， 就是叫什么 bunker 是军事基地里面的那个炮台，还是就是因为炮台你必须要设计的斜斜，所以那个炮弹射下来的时候，它的角度跟它的曲度可以把它的冲击力抵消。那就造成法国在有一段时间，就二战之前开始盖这些很奇怪的碉堡建筑，所以他其实用的碉堡里面这种机，就是当时本来是拿来分散这个炮的冲击力的一个曲度，他们认为这个东西仍是可以使用的，那我们应该要用这个方式把本来是一层一层空的把它连接起来，本来是一层一层断裂开的空。再用这个斜坡，再用这个角度来把它们连接起来。这个，那这边就是大概的一个简易的图表，非常简易。两个
两个平面分开以后连接起来，连接起来呢，我们又因为就在某些几个建构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希望这个连接起来的东西也是平面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平面，然后如果我们要做的话，接下来形成的一个空间，它其实最左右下方这个空间呢，它变成一个我在这边还没有想出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策略转换，它其实变成这个地方是属于戏剧性空间，就当你一个空间本身呢它连续，然后里面的一个高低差产生的一个视野上的不重叠，但是呢聚焦，它会迈向就是我认为我在处理很多作品里面遇到很有趣的，就是空间上的戏剧性。是右下角那个像不像那个我们在体育场里面放球的看台？那个看台上面楼梯跟观众席然后空间的关系。然后这个样子放下去，其实会进到我之前的事务所里面，接触到一些蛮有趣的东西。因为我那时候的老板是一个，他爸爸妈妈是好莱坞的编舞家，所以他对空间里面有很多想法，是就空间借由这个高低差产生出来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你可以说这个关系是，它有别于说，你说复刻的空间里面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是有控制性很强的控制性。那可是当他是一个编舞家，他对于艺术怎么样被呈现，跟怎么样观看，跟被观看之间的关系，这个东西稍微没有这么的在权力上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但是。我接下来这边很多东西就延伸到这部分。那可以跟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他讲复刻的那个，就是在他里使用边沁的圆形场圆形的监狱，那圆形中监狱里面呢中间有个高塔，那在那个高塔上面他可以看到每一个那个高塔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圆形监狱，然后旁边呢每一个的囚室都面对中间的高塔，然后这个高塔呢可以方便呢人看不到高塔里面到底是有人还是没有人，他可以看到每一个囚犯里面的状况，囚室的状况，所以囚室本身是透明的，囚室本身是可见的，但是呢监视的人是不可见的。好，就是会在对，当然是说它会变成两个不一样，可是如果变成一个不透明的，当然我们会讲到空间里面，看你是需要方便，它有个功能性就叫监视。啊，如果现在我们根本不需要，我们现在看后面的 camera 就可以知道。对，其实不需要这种监视，可是它就会相对非常方便，可以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网络上可以找到那个监视器，那个监视器360度。然后你在画面上可以分割为四格的，或左右边不同的角度里面，各90度、90度可以看到。所以当时在他讲那个观看跟被观看里面，其实是在一个监视跟被监视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本身监狱本身有他的功能性，跟这个东西就是说，就是把这个可见跟不可见的问题，再把它拉到这里面来，到底是我们要让什么东西被见、被看到？对。
那是，那现在就是说，当然你说当代的一个，如果回到这种全景式，其实全景式监狱的下一步是无所不在的监视，就是我们今天所谓它其实没有形式，你走在路上，你到处你身上，这在妇科里面应该叫做 bio。对，他已经实际上进到，对，这个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那个法文叫 vie pauvre， 就英文称之为 vie politics， 就是生命政治的问题啊，怎么去透过空间的安排、时间的规划，去介入到你的个人的生命里面啊？那这个实际上监狱只是一个原型而已。然后在之后还会涉及到，比如说你的课表啦、时间表啦，在工厂上面啊、班表啊这些东西，都是透过这种时间规划去介入到你的生命。我们的工作场域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所以当然是，可是，在空间里面就变成说，它本身有一个功能性，你这个空间设计是有个目的是为了什么？可能会用去翻转它的本身的就是改变它的形式，透过一种形式改变。刚刚讲的是断裂跟连续嘛，断裂跟连续关系，因为一开始他的前提说，我们看起来是连续的东西，可能实际上是造成某种断裂的，在空间上面。然后，那没关系，你继续好吧。这样的关系之间呢，就设计上来讲，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使用，或者去尝试。这个部分其实又回到它会是举一些当代的例子。那最左边呢，我们要谈是 Radio City Music Hall， 它其实是美国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数位就是大众传播的一个电台，它就是一个表演文化表演的中心。然后呢，它会被定时转播到世界各地。但是你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聚焦的模式，它每张椅子，它是就每个人的座位基本上是一样。然后你再移到左边这边是 Dillard Scofield Rental 他们设计的那个。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一个扩建案，那它在这个里面呢，其实DSR 这个事务所，他们把连续性，他们很早就在尝试把我之前提到 Pro-Radio 这个倾斜的这个角度呢，带到设计里面。你看它的墙变成第二个，左边第二个，它的墙会变成楼梯，会变成座椅，然后会变成柜台。他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延续起来，这是一个操作的方式。但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概念，就是那个 Town Downtown， 就是我以前工作的事务所他们的作品。他同样也是，这是一间餐厅，他不是一个，但是他餐厅在设计的时候，他把表演的，他
设计师的当时的理念，就是他想把餐厅这个吃饭的这个文化变成一个可以观赏的东西，他把餐厅娱乐性，所以你坐在那边吃东西，不是说我就看着我桌子里面的菜，或者说跟我旁边聊天，而是你在这个餐厅里面，你有很强的一个观赏性，你不时的是在看着哪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什么样表演什么音乐，而在这个情况下，这个餐厅就从传统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文化，慢慢进到了一个社交关系，进到了一个娱乐性很强的观赏跟被观赏的一个空间里面。在更右边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例子，它是那个也是我以前事务所他们做的是 TED 在 Vancouver 的一个 center。那这个案子很有趣的地方，它也是同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圆形剧院，但是它因为也是阴错阳差，因为里面的有一个家具商赞助很多家具，不同家具有沙发的椅子。所以这个舞台它其实不是像最左边的 Radio City Music Hall 是有一种人生而平等的，就是非常制式的一个小的座椅，然后复制环绕而成，它是有不同的座位的一个组成形成。那这个空间更好玩的东西在后面，是因为他也慢慢见证了 TED 这个舞台，他从早期，他是一个很学术性质很高，就是你找一个很好的讲者去讲，讲完之后呢，大家其实在讲的这一部分会比较像 Radio City 这样主题，就是所有人都接触那个讯息，所有人指向这个讯息的来源，然后他从那边收取到他们要的东西。可是呢？后来这个活动，我觉得它慢慢发展为一个，演讲时间算一半，剩下来是社交，剩下来是一个创业者的一个社交场合，交换讯息的场合。所以它在某些方面呢，它传统的这个剧院的连续性，就所有座位是连续的朝着。对着这个讯息的来源，变成它这些座位本身，它可以断裂。当你演讲一结束，大家一转过来，它就变成了一小群，有很多钱可以进去听，然后又可以聊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生意的一个俱乐部。所以它其实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规划，它呈现的是，我觉得是这个组织。的一个结构上的转换，他把它一个设就是空间的形式上，他把它表达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跳这里，但是这是基本上是讲一下我以前在接触延续性这个概念，这是读大学的时候的作品。它其实很多方面的人，就是说在讨论形体的延续，然后的阶段。左边是比较偏向形式的一个，就是当时在看怎么样切断，怎么样做一个东西，然后就把它做一个延续的东西，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分开。然后后来变成是做长椅，有一段时间在做长椅，就其实。他等于说得了这种连续场的一个具象化，就是我有一个差异的场域，然后有些差异比较大，有差异比较小。那我基本上也只是说，就是用空间的造型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然后中间这个是有一段时间做了，围棋的研究，就研究它的符码，不是研究它的，它本身的规则之间能不能产生一个制度。然后当时也是用软体就把它连续把这些规则之间在3D 的空间把它的
旗帜的一个移动的模式，再把它具象化。那我当时看旗帜的移动跟摆布的方式，它是一个，我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制造空间的方式。那另外两个案例，右下角那个是在研究当时在研究夏纳阿顿的那个金融中心，它的一个它要怎么样处理资讯的东西，它这个其实是一个 3D 的一个图，就是一个概念图，它在显示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资讯处理中心的一些元素，把它重新的再建构到城市里面，然后要什么样的方式，去当时是做那个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做大数据，然后用那个城市，当时也是用很多那种用软体，然后 GIS 去把这些数据抽取出来，然后去做研究。那这一部分是后来，你可以说它就是我在之前的事务所的一些对于刚刚讲的一种连续空间，然后它高低起伏中间产生的一个有趣的社交关系，社会关系的一些案例，像左边这边的话是一个酒店，啊，是一个比较小的案例，它其实就是把我刚才这种很简单的楼梯，然后又是它是咖啡店里面有一个楼梯，然后有一个有座位，楼梯跟座位本身在本来平坦的空间里把它立体化，然后呢可以有一些戏剧性的，可以有一些戏剧或者可以有一些演讲小的一些谈话，然后把这个空间制造出来。那中间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做很多夜店，发现它其实蛮有趣的。夜店其实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高低差视野之间的一个微调之后产生的结果，因为所有人都要可以看到 DJ， 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到这个音乐的来源，可是有人要站着，有人要坐着，然后里面要酒跟水要可以传说，然后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流动性，可是呢，你又可以好好的让人在里面坐下，所以要在空间的形成上去把这个空间，去把这个又静止又在不停的在活动的空间，把它制作出来，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那楼下面中间下面这张图是在，还有左边这两张是在巴厘岛一个海洋俱乐部，今年才最右边的右边上起来，然后中间下方是里面餐厅。那你看到它其实中间的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像说之前的套的这样餐厅一样，它是一个戏剧性的空间，大家是坐在楼梯上面饮食，然后但是他看的是后面的那个，那应该是南太平洋的那个就是天际线跟海面。然后上面这个地方呢，右上角这个地方是它的这个平面，这也蛮好玩的，因为如果用一个方式来形容夜店本身，它有一个很强的向心，它是一个朝向中心的空间，因为它需要有中间有一个音乐有一个表演，所有人都要往中间看，然后所以它的在高低差在形体的建构上，它要可以完成这个中心点的任务，但同时因为这个案子坐落在那个悬崖上面，然后看它大概在100米高的悬崖上面，还是看它的，你从最下面那张图也看到它下面就是那个南太平洋，所以它又要它整个空间的视野又要慢慢可以往太平洋的方向慢慢的降过去，就它的
他把这两个不同的人会吸引人的东西，把它合并在一起。最后这边就是说，所谓我现在自己作品的部分，因为我们毕竟也是一个大概成立在两年左右的一个事务所，所以其实可以呈现的东西不是很多。这是一个在纽约的湖南米线店，然后应该可以看到当初想用线条，就是这空间本身呢，想把米线的一个线条感把它呈现出来，但是在那中间呢，有尝试了一个长桌的概念。其实本来这场桌应该要做非常长，而且有想要把更多的，就是这个米线是在中国，不管在中国或亚洲都是一个街边食物，就想把街边的这种粗糙感跟工业感呈现出来，但是业主这边没有办法，他们还是希望这个东西在进到欧美市场之后可以变成一个更精致的产品，所以后来就变得比较文青意味比较浓厚一点，不太像是一个街边食物。这是我们在乌镇的一个酒店，现在还在现在在外面出镜出来。那当初也蛮有趣的，就是说，我们把乌镇在那个杭州，它是一个就是江南那种小镇，所以这个镇的一个主要文化是运河嘛，所以房子都是沿着运河来兴建的。那我们当初就把这个运河的概念呢，把它叠加起来，所以这个垂直空间我们形容它是一个垂直的河流。那你去每一户你的酒店的客房，你要通过一个桥，就是，然后这个空间本身它把一个传统的一个，我们去酒店里面通常就是一个长廊，然后旁边有两排门，这样的一个空间在改造，变成一个有光这样洒下来，然后你可以穿透一个很有趣的垂直空间。有玻璃，有玻璃，这是一张渲染图，实际上做出来应该看起来还是很不一样。我们现在在努力中。那这最后一个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做一个静谷在纽约那边，他的一个想法，他这是在 Park Avenue， 他有纽约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公园大道，他底下是那个底下是铁路，就在这个这条马路底下的一个铁路。那当时我们在这上面这个净土，他们希望我们在这个马路的正中央的这个安全岛，很宽的安全岛上面做一些，就放些东西上面不同的东西。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把运动，就是其实有越来越多人，或现在大城市啦，很多人就是会去健身房，或者说在中央公园跑步。那这个连续的，就跑步这个东西连续概念传统上，我们在街上走是你要一直等红绿灯，就是在纽约你要一直等红绿灯，然后再跑到下一个街口。那我们就试图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在中央公园这样连续性跑步的这个概念呢，放到中间这个安全岛上面？所以它就等于说是架空在中间，然后也把这些崎岖的地形，还有就是有人可以跟它做互动的这些一些斜坡，还有一些空间，把它全部都包装起来，然后变成说我们把概念上来讲，我们是要把中央公园缩小，然后变成一个垂直的
一个迷你版的东西，然后再把它重新的在市区里面再建构这样的一个想象中的网络，所以大家可以跑步去上班，大概是就到这里。好，来，我们从抽象到具体啊，所以我们可以再从具体再回到抽象啊，再来问一下里面跟断裂跟连续，连续会是一个必要吗？就是这个事情来说，我们刚刚讲连续与断裂，在我们讲啊，断裂好像是不好的，连续好像是好的，哦，还是说在这个两个都只是一个工具性，跟你要呈现的东西产生关联，跟他们是做一个功能的元素。我觉得这部分单纯以形体的操作来讲，连续跟断裂没有好与坏的分别，只说你要不停的去审视，你到底衔接什么，然后你切断什么，切断的不一定是不好的。很多时候我们社会就是靠这样的切断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马路总是有一边可以连，有一边可以连续进行的时候，另外一边就一定要切断，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连续你可以说，我觉得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 line of flight， 就是逃过逃逸路线，它其实在另外一个层次上来讲，就当他讲的是那个德勒兹在他有一个叫千山台 Midlago 里面谈到的所谓的逃逸路线，有时候网络上去找可以找逃逸路线，然后有时候把它翻成逃脱线，就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空间上面找到一个，它可能不是空间，它可能是一个想象，它可能会是一个实际上存在一个路径，是让可以让你过得自由。那另外一个也可能是来自一种个人的要求，比如说你一定有碰到很多的阻碍、阻挠，如何让在这么多阻挠里面去创造一个路径，可以让这里你不被阻挠，而让你产生更多的自由。比如说我们可能有资本障碍，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有资本障碍，你有交通障碍，有时间障碍，那你怎么去安排一个在目前已经既有的限制下面能够产生出一个让你更自由的一个方式啊？那这个事情是当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是它可能会是已经存在这个东西了，那另外一个是它不存在，它是透过创造出来而得到出来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你要谈的这些德勒兹，你要把它带进来，你要谈什么？其实这个德勒兹的东西是我刚才跟那个秦凯在楼上，我们聊的时候才又在想起来我曾经读过的东西，所以在这部分其实。我觉得它跟设计上面的操作是一个模式，是说，我觉得，即使是说我们刚刚讲的人的一个机遇上的事情，你应该要是多变的，你可以从不同的方式，你可以是连续的，你可以是切断的。你在连续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切断；你在当你被阻断的时候，你可以找到连续一个逃逸的出口。你可以把自己连接到那个地方。所以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的镜头是什么，就是说，当你固化在一个地方，就是当你一直很坚持，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我要做，就是我连续之前的那个活，我没有办法。用另外一个方观点，用另外一个模式去找一个出路，把我之前的那些僵化的东西都把它拆解掉的时候，那这个连续就是它最后会，它最后会走不动的，对我来说，好，我们开放三个问题，好，一、二、三。等一下，那个。
大家好，我叫 Alan， 然后我来自美国，我也是住了27年，然后我也是读哲学的，那但是我没有去过纽约。那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想请设计师啊，就是发表有关于您对那个废弃的铁路，后来经过那个市长 Mayor 那个 Bloomberg， 他把那个废弃铁路变成一个公共设施的空间，这样的看法。它不只是说把那个旁边的地盘也那个吵起来了，那而且也是让那个市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那我住台中啊，那我每个月都会来台北上次法律课，然后上午就顺便在这里。那我在想说，台中那个铁路高架化的时候啊，其实旁边那个地啊，东区那地。其实我们是否也可以参考这样的做法？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台中啊，哈，那个地下都是被围起来，那是不是可以做草坪啊，哈，然后因为看起来我们李嘉楼很喜欢盖建设，然后可以让人家骑脚踏车啊，哈，它不只是可以增加旁边社区的那个地皮的价值，商业化，那同时也是给一个市民休闲活动的空间。那可是我看到在彰化。火车站的时候，它也是改了，可是它旁边的空间啊，就用那个栏杆围起来了。那我想说，可能各地民情不同，因为那个地方如果那个台铁铺啊围起来，可能就是旁边有人在种菜啊、种萝卜啊、种米啊，所以养兔子、养鸡呀、啊，所以我想可能地方民情不同吧。那我想听听您对这方面的看法，这个可以妥善利用空间，不只是说有商业化的价值，而且更可以提升那个社区住民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品质跟休闲，这样子。就其实当初这个铁道公园开放它再出来的时候，也是，就我觉得设计界慢慢明了到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没有人在，其实大家对这个作品、对这个空间在的成功，其实刚开始很炫耀，但是后来发现它造成的旁边的这个集中性的开发的问题。那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次，我会从两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铁道它本身有一个它设计。最有趣的地方是它的连接性，它其实把本来的轨道的这个连续的空间，它再把它带到设计舞会里面，所以它里面的椅子跟桌子，它其实都你可以看到移动的感觉，你可以看到有东西在移动，然后像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铁道，但是这个移动性呢，它我觉得很可惜是没有好好的结合。这个社区需要的机能，它其实很空泛，它有座椅，它有一些，它有纸皮，可是它并没有了解到说这个社区里面主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那所以它最后就变成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都市的艺廊，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把旁边这个社区可以跟它很好结合在一起的一些元素、一些用途，把它真的带到这个公园里面，所以它慢慢，它就跟旁边的社区切开了。这是一点，另外一个点，其实这比较难解，就是现在的开放模式，尤其是这种建设性的，它通常我觉得。集中性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因为我们通常都是以现在的资源来讲，我们都是只能一块一块做，例如说，我今天对火车站前面这块地有兴趣，那我就去操作它，然后把很多公部门的资源啊，或者是说私部门的，就是它的一些投资放到这里去，但是这个模式其实是我们未来在我觉得做都市的更新这一块，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活化一个都市的区域，要想的是，
要怎么样透过有着数据的方式，然后慢慢渐进式，我觉得这蛮重要，就是说你不能够，不能够一次就把所有的，但这也很难讲，因为有很多东西真的需要全盘的规划，像铁道公园的东西，不可能是做得快，那你要做一定是一次把所有东西规划好，所以其实很不免的会把这个。会把这个集中的状况建立起来。我觉得他现在有一些解决的方式，就是在这个中间多跟社区做旁边的社区要做很多沟通，必须要了解说这个社区他们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你的这个功能，这个公共设施的建立，你要去很彻底的把这些社区里面必要的元素带起来。这样你跟他之间关系才不会，就像铁道公园一样，它变成是一个展示，它最后变成一个展示品。那这个社区，那当你社区里面居民没有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它就会慢慢都是游客来参观的时候，它慢慢的就会剥离了这个区域本来应该要的东西。讲这个蛮有趣的，好像说，跟社区的机能或功能，好像它是一个要素。然后观光就是好像我们已经在讲说，我们形式上的连续可能在内容上就是断裂，就是说可以同时有两个角度来看，可是我们这时候又对它做了一个评价。就是我们应该要跟有在地化、有社区产生关联，为什么不能脱离？比如说像如果大家去看，现在布鲁日白天很漂亮，晚上什么都没有。然后很多人其实你居住的话不会想去住布鲁日，你一定跑到其他根特，就在比利时。布鲁日白天非常漂亮，但是它的运河也没有功能。然后它里面就是一个观光的城市，也不是真的在住人，住人一定在比较外面的地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这种看法，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吧。我们先让第二位朋友来，就是你啊。谢谢张哥报告，就是分享。那我觉得都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想法。我觉得跟大家就是一起来讨论，就是关于您的标题就是连续断裂，我想说，就是我认为，其实在现代和后现代讨论，我们常会讨论说，那连续在所谓现代主义当中，连续到它到底能够代表现代主义的一些特质，就说断裂它是不是跟后现代的一些程度上的一些改变，那。如果说是，就是这个标题它跟的说是跟大家有关的话，那我认为说，或许有另外一个词汇，它可能是不有趣的是，就是渐序，那就是一段一段的渐断也可以，对，没错，那就是，就不管是范围，另外就是加掉分词，就是它的渐序，对，就是观看者。空间或时间上，像渐趋或渐断的特质，那尤其在刚刚讲的是 limitless， 就是所谓的逃路线，或所谓的就是逃路线，这个概念上，它其实它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渐趋的一种逃逸，或说它一种渐趋的一种改变的可能性。那它跟聚会有什么差别？聚会也是一个有一段的聚会。对啊，它还是有个一定的连续性。就说你现在讲的渐序，就间断的间，跟接续的序，我们现在讲用的是这个词。对对对。所以它代表说它有一定的连续性，但是它是间断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渐序，但是它同样可以用间断来理解。但为什么它不用间断来理解，用渐序来理解？一定是它对于连续性有些意义在里面。他强调那个连续性在里面，所以我才会用这个续的这个词。所以我在想说，把这个问题先，能不能你的问题再
针对你问题，我再提一个问题啦，就是说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要强调这个，好像做一个判断的标准跟价值，而不是一个现象的描述而已。关于阿凯问题，可能碰触到我的能力的极限。这就是间断的状态。好，那然后你应该是要让他，我先把后面就是我想要分享，我就想考虑分享，就是说，譬如说我想到其他例子，就是其他建筑师，像我忘记是哪一年有一次讲的一个得主，就是他做的是他会跟当地的居民合作，一种类似一种连锁的方式，讨论方式去干一个居民生活空间，让他们都有建筑师的一个风格的自信。那基本上他建立在就是跟当地居民的这样共同讨论，就讨论说那我们要怎么去实现一个公共空间，或者一个居住空间，所以这是整体空间的状态。那当然它就包括我们需要过滤水、过滤水的情绪、建筑这样的特质。那同样也可以再就是回到台湾，我之前有听说过另外一个台湾建筑师叫谢宇俊，对，那其实他就是在所谓的断裂的这个问题上去做建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想到他就是为就是那些地震受害的那些灾，因为地震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就是自然性的灾难性的断裂，那他在这个断裂上替居民就是能力选择新的一片土地去重建他们的生活。那这重建过程当中，他同时在重建另外一段落，就是说他们文化段落，就是他们生活段落，就是他们记忆的段落。那我觉得其实建筑师在这方面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非常有意思。所以他不是处理在外在，他处理在内在的东西。不过，刚刚这个问题刚好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先把断裂当做不好。刚刚我们也问他说，那断裂可能在某些功能上不是不好的，它就是一个方法，就是我要把它阻断，这是一个方法，可能它可以创造另外一种空间，不过说也不见得是把连续当成是好的。哦，那这个问题要你怎么看？这个比较简单。我觉得其实遇到德子的时候，德子这个东西在整个建筑业，它是很后期它才被发现的，它在德西达后面，就其实他们是差不多时期的，基本上同时期的在就思想本身就已经存在。为什么德勒兹的东西在很后期才会有人真的有办法去尝试的要去表现它？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数量，就是。你所谓的应该说刚说什么接续还是断续，它其实在很多方面而言，它是把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连续跟切断，它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它是刚才处理是一个很有机的，随时在同一个时间内所有东西它都不停的在做差异，不停在同化，不停在差异，不停在同化，但是。那建筑界其实在具象化它所形容的这个差异，常用的是，自然界的东西，就例如说人，一些有机体的上面长的一些花纹啊，它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它会有比较小的地方，会比较大的地方。那它其实当初在90年代或者是2000年左右初期，很多研究数位，他们有软体，但是电脑软体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他们才可以说我做一个场域，这个场域里面的东西是从大的变到小，或者从小变大，然后再做这样的一个参数性的一个改动。而且出来之后的结果，我觉得阿里的。最后的他的理论就是 parametric system， 是一个就是德勒兹理论的失败的结果，因为他认为的一个有机的世界
样子应该是先有一个相同的雏形，再把这个雏形做变化。但是反过来，我们看到，我觉得，例如说像台湾的街上的任何跟人的生，就是我们在处理城市里面的人的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一个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它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它有可能人跟人之间是连续的，有时候也是断裂。所以我觉得每个地方的城市，它其实表现出来的状态，那个产生出来看的样子，其实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这个地方的人跟他环境之间互动，还有人跟人之间互动的产生出来一个结果。它是僵直的，它是多变的，它是很守纪律的，还是说它总是钻漏洞的？这些东西都可以从这个城，其实城市现在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一个连续跟断裂在不停的发生，不停的在具象化呈现出来的。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在哪里看到我们这个城市是破棋的？等一下再回答我一下。好，我们的他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其实都会慢慢可以知道讲者慢慢的价值了。他觉得这是要跟人是要有关系的，你的那个建筑体啦，这个是要跟人有关系的，或者说他不应该是跟他分开的。所以里面有一些人文的关怀，就是不小心你会泄露出来，就是你还是想要让人是可以使用的，人是这个东西是跟人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它不能纯商业的功能。商业也是人衍生出来的东西嘛，它也是人跟人互动之间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既然身为人，我们的性质就在于我们所能思考、所能触及的东西，也都是还是限制在我们的，还是限制在人上面。对，其实我们看自然，就是我们看物理，我们看客观这些东西，其实到最后，你都还是可以提出一个问号，就是说，那这个是真的客观的东西吗？一个应该。就是说我们限制在这个地方，我自己认为，那我所能做到就是好好的去待在这个场域，然后去看它，去陪它发展，或者去被它刺激。这我好久没这样慢慢讲的，非常慢，非常慢。感觉好像到那个哲学谈浅浅一样哦。那还有一位朋友要来，等一下我们还有机会交流，因为我不见得哦，讲者必须一定要能够回答出一个很精辟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当一个问题触动到你的时候，可能他就发现到问题其实很重要，因为要触动你，那就是我们可以开始思考的契机。嗨，易建筑师您好，我是立坤。那我那个小时候就对建筑还蛮有兴趣的，不过后来还是做工程，就是偏结构工程这个部分。那我今天听完这个演讲，我想问的是那个，你对那个就是我们人都是从认知出发的嘛，对吧？那如果认知出发的话，就会建立出关系。对，那你有说到你在那个其实做室内设计的部分，其实是不断的在思考人跟人之间、看与被看之间关系的建立。那当您在说，如果你比较有兴趣的那个都市，的部分的话，你觉得多少的一个群众，他可以建立出来他的关系的那个网络，他的那个最大的极限是有什么可能性？如果在未来的话，对，如果依照现在科技的发展的话，你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它人口可以建立关系的可能是大概是多少？那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如果产生意义，可能就会有一些个人的认知上的一个局限，因为每个意义的产生，就像刚才在简报里面讲的，就会断裂嘛。
那这个断裂可能会局限自己某些认知。那都市又应该创造怎样的空间，让人去寻找这个自我，就是每个人自己差异的一个认知上自由的途径。对，如果比较好奇，我先讲个例子啊，就是其实有，就是都市的大小的东西，在很早，就是这种巨型的都市，基本上是在某个阶段，然后在交通发展起来，就是所谓我们当代的，基本上在汽车发展起来之后，建筑师才有想过。那个 Frank Lloyd 曾经想过，就是他要盖一个都市从美国东南一拉到西岸，但当时都是想象，他是。那实际上，我们去了解这个都市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建构这样的东西。其实现在就是以当时的能力来讲，或现在能力，但是你可以从一些都市的形成看出端倪。那我其实常用的例子是东京啊。东京其实日本这个国家在很早期，它是一个同质性很强的一个，就是它的文化是很，它的外来人口很少。所以它文化本身应该是一个同质性很高，大家都是日本人，都说日本话。但是当这个都市发展成为一个2000万人都市的时候，它开始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开始有不同的聚落产生。你有像涩谷那样子接受西方的，它有这种透明空间，它是纯粹的透明，人人都想被看到。都想要被观赏，或者都想碰到别人，或者是你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到那个仔仔会去的地方叫什么？可是有另外一部分的城市，它变成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度。这边的人他不想被看到，他想藏起来去。秋叶原，对。所以这里面很多宅宅的哦。没有，就是以这个情形来说，就是当你的人口数到达一个阶段，其实我们被迫要开始处理是差异的问题，就是人不可能一直维持，人的想法不可能一直维持是同样的。当时间的演进，然后它慢慢的就会，尤其是聚落越多，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越多的时候。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它刺激出来，你可以说是一种逃逸，就是你在跟一个人的互动之后，你慢慢就成为这个人，这个人成为你，然后你没有生出另外一个东西。那之后呢？这个结果下去就是你会越来越多的差异。所以我觉得像我不知道那个巴别塔预言其实很好玩，因为它是有点在预示说人是注定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个差异性，你最后你的语言要分歧，最后你的理解要分歧。它在某些方法，这个语言其实有点，我觉得到现在都还存在。我们不停的希望，其实说世界要我们想要成为第九重，想用语言、用各种不同制度、用金钱、用金融的一个，用各种不同的体系把东西连接在一起。可是差异会自然产生。那这个差异产生之后，想象就是都市本身，这个都市它到底在什么时候会没有办法维持？它是一个都市，它是一个东西，它会开始会分，它会产生这个差异，会大到一个节点，它不再能够成为一个都市。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说，也许在物质方面我们可以维持这样一个结构，可是实际上人的这个东西的差异，人想要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东西，集合起来之后产生出来的，还会是我们还有办法住在同一个城市。你刚刚那个问题其实是，我觉得他那个问题是
刚才都市规划，那都市规划我们一定有涉及到，我们设计这个都市范围跟地区的时候，我大概人口到达什么程度，我就要盖新的都市，因为你人有对于人的空间跟想象。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之前我在那个伊士文大学念书，然后我觉得那个城镇、啊、大学城是根据60000人口的设计的城镇，它就不会再超过了，就是它就往那个60000出发，你接下来就换到其他地方，它不可能不会在这个范围里面再盖可以超过60000人到80000人、150000人的那个房子，就在这里面。所以我觉得人还是会有些对于空间的设想，然后可是你问的问题可能他不见得可以回答，因为你会涉及到人口学的问题，到底人要多少空间才够用，然后才不会过于拥挤，然后你的高楼要多少。那因为如果你在欧洲里面，他连房子的油漆的颜色他都是规定的，那跟台湾是不一样，台湾没有规定高度，没有，有些都没有限限，除了在机场旁边。对对对，那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等一下可能要另辟一个题目才能够谈，他好像不会是在这里。如果他刚刚讲那个陶艺，讲那个部分，讲那个差异的问题，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讲说，我们好像要去建立一个同时同一相同的或者连续的这样的想法，我认为那个才是比较有价值。但是他刚刚讲那个巴别塔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是人，就是他一方面是人会慢慢差异化，会变得不一样，我会跟你不一样，每个人会开始有自己的个性跟特性。另外一方面，我们是本来就不一样，可是我们想要让它变得一样。那所以我们本来就不一样，把它想要变成一样的时候，这个是会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是，如果在讲那个德勒斯讲那个差异化，就是它有一个叫做差异的重复了，就是不断的差异化，它就是不断的创造，就是不断的变成不是自己的东西，然后又是同时是自己的。啊，这种差异性是一种创造性的发生，而不是保留在一次相同的情况下一直到终结结束里面，因为这个差异化也是说明的人其实上是具有一种可能性，因为他可以变得不是自己，那个不是自己的那个部分是他的创造力的来源。我讲这样很抽象，因为还是要继续找一个，因为你涉及到一些哲学的一些说法，所以我现在先讲到这个地方，就我知道的德勒兹的部分。我们再开放两个问题好不好？一。还没有，好，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你好，我是 David， 很感谢各位主讲者，让我们这样有推导到从连续断裂，接着也讲到差异化。所以我觉得我想分享一个我听到的，我不晓得方便说可以回到最早前面的这个幻分别，就是，对。那个 miss 的那种，应该是最前面。对，当然是。因为这让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让我再回想过去学习建筑。这是一个有目的性的建筑，它不算是一个客观的。如果我们在往康德的这个面向来思考的话，这个因为这张图放的是另一面，它没有把神庙的平面在另外。它是目的性的，它的连接这个断裂和连续，它是为了跟神做连接，那所以人暂时跟他的人本体是断开。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miss 的这个时候，它开始这个不是神的空间，但是它也不算是一个客观的空间，因为从 miss 这个空间来看，它是很个人的。怎么说呢？这个空间不对称。那它也没有完整的一个封闭，你也说不出它是客厅，或是卧室，或是什么。但是，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很规则的框架的时候，所以它透过断开，它就把这些空间断开了。当它把原来这个框架断开的时候，它就开始跟它自己产生连接。OK，
所以我们看虚的空间的时候，它就连接在一起。因为像这些有框架的地方，你一定要走一定的门或是一定的空间，你必须走在那个路上。所以当发展到这里的时候，变成是一个倾向于人我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刚后来是推导到说差异性 ，OK， 这边好像是一个同一性，所以大部分是对称。发展到这个时候，人已经开始注意它的差异性。那当我到了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感受？通过断开的时候，才到另外一个空间，然后再延续到另外一个，所以它开始变成了非常理性。但是我就想到，刚刚有一位提到说这个城乡的问题，像比如说台中啊，或是其他县市。为什么他现在开始做一些原本被铁路切断的空间，他开始要做连接？那也许过去这样城市的发展的历史是断裂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台湾的这个都市发展历史，大部分的资源是集中在北边，所以人离开了他的家乡，然后北部求学或是工作，但是他跟他的家乡是距离。而且资源都分配在北部。可是我们现在会开始发现不太一样。有些乡镇县市他开始思考他原本被切断的东西要怎么连起来。或是以前如果站在人的差异性的时候，或是人自己往一个城市的这个集体生活的时候，我跟故乡的这个亲人是怎么连接的？我跟我童年的记忆是怎么连接的？可是以前要这样连接很难嘛，对不对？因为距离很远，从到大老远南部要到北部，所以这中间有历史的关联。这个都市的发展可能切断那个政治、历史、经济的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谈这些差异性。还有这个连接与断裂，不管从都市或建筑的话，它都跟这些因素息息相关。而且以前被我们断裂掉的东西，现在都有机会再连接起来。所以，当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开始思考我们的都市发展，都市到底应该有多大？台湾应该切日据时代是切成五大洲，五个大区域这样子。那新北市，像我住得很远，我从新北市到台北市来工作，我等一下还要回去。那到底我最远的到哪？所以现在有很多城市，像南部的城市也是嘛。台中就以台中为中心，那还有划出彰化、南投等等，到底它可以连接到什么程度？这个已经不是只有人口问题。它有时候它需要具体的建设，交通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当然，我们现在无形的是网络或是电信，但是实际我们到这个人的面前的时候，它需要连接。那高雄周边就是屏东啊，或是等等。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推导到这样，让我有很多的这个启发这样。但是不好意思，我可能要先回去，因为我做的比较远。好，我需要连接。好，谢谢。谢谢。好，你最后，因为我们还有五分钟，这五分钟留给你，跟再做个结语吧。我没有想结语要做，但今天其实。我其实今天早听刚刚在楼上跟青海在谈这边，我本来其实单纯的是想往一个几何方面的东西来操作，但是在某些方面而言，我以前在就是接触哲学的一些东西，我又在被拉进来，突然觉得有点晕眩，因为。因为那边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我没有读好，
完全觉得我就是当初就是时间可能没有老师吧，那部分有一部分辛苦是今天全部都回，今天全部都那个重现出来，还蛮好的。那接下来其实我自己还有其他不同的小的主题，那只是这次没有时间把它整理出来，但是我自己职业下面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应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它其实是很，它其实先从抽象开始到实体，它先从一个抽象的关系，然后我再去用不同的实体的方式来印证它。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我很想自己本身很想做的，像他说是直接从实体开始，然后去破坏它，然后去重新连接它，然后再把这个元素从不同的文化的层次，从不同的文化里面拉到另外一个，然后再拉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会好奇，就是说，当我们要去从一个具体的东西去破坏它，为什么？基于什么样的动力，或者说要去哪里？因为比如说我破坏一个东西，但我有个目的性，应该不会是为了破坏而破坏，这背后应该有一个动机跟方向吧。不一定，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创造的本质，对我来讲是创造的本质。或者是我也可以帮你找到一个理由啦，就是那个游戏的本质啦，我觉得创造可能没有为什么。我可能破坏只是我一个手段之一而已，是一个游戏的方式，但是它没有什么好坏的问题，它只是可能是一个实验，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可是你刚刚在讲说，因为空间又跟人产生的关联，所以会让我觉得比较好奇，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停留在价值性上面跟人的连结，跟人的那一方面，我又觉得好像它又可以完全脱离人。是不是？我的晕眩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事情也困扰我很久。其实你们如果再往前面看，我当你以前在学校时期做的东西是。我曾经是对人没有感任何兴趣，是我曾经有最前面的一整个这个设计的进程，是我只对形状有兴趣，所以我研究的东西就是怎么样切割，怎么样去操作，怎么样去模拟，怎么样去让它去跑动，然后大部分在这样的当时的作品里面。就是一个装饰品。那其实也是到我实际上开始职业，就是你实际上进到一个空间里面，那是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你每个个体他的很切身的一个经验，他可以怎么样行动，他可以怎么样互动，那这个互动的结果会是什么？你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个互动，或是建立新的互动，这个是对我来讲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人跟人之间，当我们有一个新的互动的方式，那这个互动的方式能不能带给我们新的经验？那这个新的经验，那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就是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是我认为作为一个设计师，我在这一系列的调整之后，我不想要。环境跟大自然环境的
断裂跟连接的问题。那因为城市是一个比较人工化的一个形迹，那应该是从最早的城市规划就是有要引入自然，可是现在应该是很多城市设计有在往这个方面想。哦，我要分享的是那个我之前在巴黎有看一个展，是一个日本的设计家叫时尚纯也，就是石头的石，上面的上，然后纯洁的纯，也就是知乎者也的也。那他的很多那个建筑的设计啊，好像都是设法去以大自然为食，然后制造很多就是连续性的空间。当然，它也是像刚刚讲的，有很多破坏之后才制造出来这样的空间。那我觉得非常有趣，其实可以大家自己 Google 一下，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作品。谢谢。最后热烈掌声哦！谢谢，泰利哦，远从纽约带给我们一些想法哦。那当然大家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到了3:30哦，所以大家可以找他聊天哦，看有什么因为有些可能还在酝酿，还在发酵，还需要透过讨论才可以引出一些对问题的聚焦到一个问题，或者是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所以这个可能也没有那么快，因为我们谈的这么抽象的问题，可以慢慢透过慢慢澄清的方式，可以一步一步。可是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一点点创造性，或者找到一个我们想要解决一个问题的一些方向的契机。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泰利。